两人在野外散步时，无意中发现了一头野生的变异野猪。看体型绝对有2吨重，女婿吓得连连后退。岳父丝毫不怕，还想上前一看究竟。紧接着，野猪也发现了他们。这下的两人不敢上前半步，没想到女婿慌了，不小心把岳父推了一把。这一波操作下来，连聘金都省了。当儿子强哥赶到时，父亲已经命丧猪口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野猪啃食父亲。愤怒的强哥二话不说就向野猪王开枪。 野猪王受伤，狂吠不止。很快，独自逃跑的男人找到了母女两人。母女俩以为男人在开玩笑，并未在意。紧接着，惨剧就发生了。非常精彩劲爆的一部大尺度电影，如果你还没看过，强烈推荐去看下原片，保证绝不会让你失望。